Hello，好无聊，猜猜我现在在干什么？我刚洗完头，然后上班呢。我昨天晚上好晚睡觉，你们听我说话会不会有回声啊？因为我戴耳机。就这样吧，这样就是可以说到那个什么。这是直播呀，这是直播，一点点没关系，那就这样吧。因为我戴耳机，外面太吵了，不想听到。我头发怎么了？就是我跟你说，我刚洗完头，我头就变很假，就很搞笑。耳机掉了。我今天都没有涂睫毛膏，画了个眉毛。然后一个眼线，然后就一个卧蚕，那个卧蚕像，不知道怎么讲，挺好看的，没画好而已，应该均匀分布，不能中间一坨。没吃我的饭，我的饭都在这儿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叫到了姐姐，然后吃我的饭。然后我在啊，我在酒店大堂，你知道我现在脖子有多痛吗？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不是早上，我刚刚起来的时候，我那个脖子动不了。对，不是落枕，是跳舞的时候，是跳舞的时候跳到了。对，就脖子好痛，动不了。然后我的腰背也好痛，然后这儿也好痛。我哪儿都疼，就是很久没有训练那个地方，所以就会很痛。我现在在等大家，就是等大家下楼出发，所以我现在在这儿给大家吃个播。就是突袭直播。没吃，今天的饭好像还行，还没吃饭。对，这个妆好轻哦，哦，这个妆很清纯。真的超级疼。就是我今天甩头，我们就是在练半决赛的东西，然后就挺痛苦的。我只能说，各方面都很痛。哎呦，我的小朋友在那，我忘了贴膏药，其实我有，怎么说？项链上是 Lisa，对，Lisa，Lisa，没有闷吧？是因为我戴耳机，我戴耳机。哎呦妈呀，好吵外面！我要开那个降噪模式，真的好吵。我开了，所以我现在听不见外面的人，虽然外面很吵。对，等一下还要录制，他们应该还要挺久。你看我现在像什么？像个乞丐啊！哦，好丑！我今天要怎么办？
就是已经忘不掉头了。哦，太痛。有点搞笑，早餐是不可能的，在梦里吃。还没出发，在那等着。哎呦！吃饭，我怕吃一半他们就来了，然后就吃不完。姐姐他们还有多久？不然我们再等五分钟，如果他们还不下来，我们就自己走。我们先一个人走。对。哦，好的。行，那我先吃饭，吃个五分钟，然后我就一个人走 ，VIP。放一下。专车接送经常这样，小心你们耳朵啊！吃什么吃？哎，不一样的肉哎！这是清蒸的。我不要清蒸。谢谢。我想吃肉。哦哦哦！小心点。梅脯烧肉，番茄炒蛋，木耳炒菜。这个是你们吃的那个店吗？嗯，菜肉。我还没睡醒，隔壁组4点出发，我们现在出发，好早，超级困，我觉得4点多才睡。嗯，这个肉也太香了，下午4点，嗯。所以刚才撞见苏菲，跟我不是一组。然后他就素颜，然后在那儿抱怨。对啊，我也没睡多久。哇，这个肉好好吃。筷子放东西，是的，有错。Thank you.
能听到吗？什么叫吃饭是这种声音？你吃饭不是这种声音。给你听一下你吃饭的声音，就是我的声音。有被困到，你就困了，这就是我们。哎，我们有汤吗？好，是那个水也可以，谢谢。冬瓜，看我吃饭很无聊啊。我就知道弹幕会说不无聊，反正我挺无聊的。哦，谢谢。哇，这个是那个根。其他人应该要两点才下来。下来不早，刚刚好。没关系，我待会儿可以先走。嗯，知道了。我吃饭都这样的呀。我中午吃饭就是这样的。晚上吃的比较多。吃不动。
我刚刚已经吃了几坨肉了，够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好累，好舒服啊。我今天就是半个残疾人，动也不知道怎么动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跳。哎呀，这个雪，喷气呢还。难受。嗨，我在直播。猜猜是谁？对，他们都知道的，他们猜得到。Grace 没化妆啊。好了，我要准备关直播了。他们都，那就我跟 Grace 走吧。好，车来了，我要关直播了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大家看我吃饭，度过了一个等车时间啊。待会儿要准备好好工作，拜拜 ，See you next time，See you。Voilà.